唱歌出道，影视走红，还写的一手好字，这么有才华的主，竟然还是个颜值超高的帅哥。我说的呀，正是井柏然。最近呢，井马来到东方卫视的金星秀做客，终于向我们的镜头也展示了一下他的笔尖的躁动。这次录制金星秀，井柏然除了准备好了口才之外，还带了一个惊喜，就是手上这本传说中的笔尖的躁动手写本，里边有我自己的一些小日记，然后也有一些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文。大家都知道小男神井柏然戏演得越来越好，从去年开始，井宝还参与到手写的微博行列中，毕竟这字儿是要见人的，于是乎井宝也就此练起了字。也从去年开始练的，因为之前写好的剧本已经做节目送出去了。这次难得做客金星秀，金姐又怎么会放过见真迹的机会？小景现场大笔一挥，就连金姐都自惭形秽了。我爸的字特别好，我妈的字也特别好，我姐的字也特别好，我很好。这么一手好字最近也吸引到了伯乐关注，据悉已经有字库以每个字1000元的价格收购井柏然体。按照一般字库的要求，井柏然需要写上3000个常用字，那也就是说井柏然能靠写字赚上300万呐、啊、真的会做成字体吗？这个会啊，确实是很荣幸可以入字库，但具体还在聊。新娱乐在线上海独家采访不到。